韩国女团 Red Band 的队长 Irene 精致的脸蛋让不少粉丝大赞，各种零死角的照片更让她被封为脸蛋天才。今日 Irene 在年末庆典上喊着自己韩国年龄要28岁了，嘟嘴的模样在网上疯传。就在跨年倒数的时刻，她靠在成员的肩上嘟嘴哀怨，说出要28岁了，让身旁的妹妹笑到不行。Irene， 你这美丽的脸蛋要人家相信你28岁真的很难，不过这可爱的模样也是让网友们笑翻，直呼好可爱，更俏皮说出8岁不能更多啦。